个是50层的零七户型，这是他们现在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对着曼哈顿景观的一房厅。进门这边有很多 party space，然后洗衣机、烘干机，这是他的客厅。但这个户型窗户很小，超迷你的。这就是他客厅的位置，就还没有刚那套。你看，它就一个小窗，这是他的客厅。卧室还挺好的，卧室窗户还大一点，然后能看到曼哈顿的 downtown、midtown、cozy here。后面是他的洗手间，这是客厅，这是 Gary 的厨房。